2024哥本哈根约会季结束了，而且是以失败告终。这两天可把两只好熊熊累坏了。今年其实星儿对毛隼产生了兴趣，可惜被毛隼嫌弃了。当然毛隼也有主动的时候，然而当星儿想要更进一步时，却总是不得要领。看，星儿刚一靠近就被毛隼吼了，星儿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不敢抬头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星儿扒拉扒拉竹子。这个回合试试毛隼主动，但是星儿他不会，于是两个熊又打了一架。毛隼占了上风，一下把星儿顶到栅栏边上。星儿很害怕，扒着栅栏想要出去。毛隼也站着连连后腿到墙角，看到两个宝贝这样，说实话心里很难受。都是好熊熊，可是入洞房这件事真的难为极了。接下来毛隼将进入小燕造窝阶段，希望他能少受点罪，顺利度过去。